当仇恨蒙蔽良知，复仇是他唯一的选择。你真的没死？我死了就没机会再回来。你想怎样？我想要回属于我的东西。爱在人性最绝望的刻变成曙光。我好多谢你出现在我生命，令我相信这个世界还有爱。夜幕行者，12月15日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，揭开真相。988有声有色。